好，我们现在画一组啊，蓝色的牡丹，这边画一个，这边画一个。我们只要一把它组合一起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要注意它的疏密啊，高低错开，就是错落着，要注意构图。我们先还是先去把这个白颜色哈，先调好，调到这个笔肚后面，淡淡的一层白就行了。笔啊，基本上是平在这个盘子里，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湿巾。湿巾，然后再加点胭脂调进去，然后呢，笔呢逐步的往上提，让它笔头呢越来越重，笔呢基本上是提着啊，越重呢笔尖上是最重的。我又来点这个花青。可能笔尖是最重的，你就记住这一点。你看一下构图，看一下画面，怎么去给它画。把这个花的这个形态给它画出来，然后我们再去调颜色。这个往上叠加啊，都可以。
然后这个画的稍微开开一点的，然后我们要组合的就是稍微有这个有开的，有没有开的，有将开的，这个是我们再画一个，就是稍微开开的包包啊，有没有开透包着的，然后在这边画一个是开的差不多了，颜色上你可以稍微有点区别，这个就稍微紫一点，把这个就给它让它更加的，这个不能画太大，就稍微小一点，这个就可以啊，就这么大就行了，不能再大，再大就足了这一朵了，所以说我们不能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画它的梗，梗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藤黄啊加这个花青调成绿色，完了以后我们再加一点胭脂，这样呢显得给画面呢比较协调。我们哪个地方有叶子呢，我们就稍微去给它勾一下轮廓，大概哪一块是有叶子，要有叶子的，所以我们就去给它勾勒一下，大概勾个轮廓。这边是一组，这边是一组叶子啊，这样去。然后这是叶子，这也是叶子，给它稍微分布的情况给它画一下。因为上面是嫩枝嘛，我们不是讲过嘛哈，上面是嫩枝，然后下面呢就是老枝干，老枝干我们就要用点这个墨去画它。显得比较辣一点，然后我们接着画叶子，叶子我们就用这个墨啊，直接用墨画也行啊，我把这个墨呢往后往下赶，让它这个笔肚上一定要是淡的，笔头是浓的，不能就是没有层次变化，这样不好看，所以我们要去注意这块。
加水的时候从那个笔根处加水，这样呢它这个还是笔头是重的。这点我不敢画，因为它还湿着的，所以我只能画到这儿。不能让它金的哈。剩下的我可以调点颜色，我可以用这个花青、藤黄调点绿色，稍微变化一下。调完绿色以后，我们加点这个胭脂进去，然后再加墨，这样呢，它的颜色可能会稍微有一些。里面隐隐约约透出来一点这个绿色在里头，看看能不能讲啊。我们在这块儿哈，不能都是那个绿叶子，只是浓重叶子，我可以稍微在这块呢可以弄点淡叶。就是调这个藤黄，加点这个花青，调成绿色，然后我们再加点这个胭脂。这样画出来的叶子可能稍微更加的那个什么一点。这样也是有一个比较可以这一块了。把叶子给它连起来，然后我们又先去画这个它的那个什么蕊。这样一高一低啊，一密，这是密的，这是疏的，这样让它这构图上有这个变化。我们用这个藤黄，白色加藤黄，藤黄也可以纯的藤黄，也可以加点白颜色，花蕊。但是一定要稠稀就行。要很稠很稠的，
再画下面那个，就是你主要的这个主要的牡丹的哈，主要的那个牡丹的这个蕊啊，可以画的稍微具体一点。像这个牡丹的哈是次要的，我们就是稍微相对来说呢，就是比较写随意一点。因为有主要的，有次要的，这样的画面里面也有主次之分。这个就比较稍微随意哈。我们下面呢画这个金椰金，这个也得赶紧勾啊，不勾，因为它是那个颜色画出来的叶子，你不勾它就干得很快的。一般叶子，颜色画出来的叶子呢，就抓紧时间勾。你看，这是一组牡丹啊，我们就画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给里面再点一点这墨点，就这样呢，增加点气氛。点线面嘛，这样呢就让它这个画面里面呢该密的时候密的狠一点。啊，你像这一块。画完了。